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指如来出现，摘持无量，知成就无量行故，摘持广大，知周遍十方故，摘持无去来，无来去，实力生住灭故，摘持无行无所行，实力心意识故，摘持无身，知入虚空故，摘持平等，一切众生皆无我故，摘持无尽，执遍一切刹无有尽故，摘持无退，执无尽后继无断绝故，摘持无坏，执如来自无有对故，摘持无二，执平等观察为无故，在这些众生皆得妖异，本愿回向自在满足故。嗯，就是这一段呢，一共有十一句啊，十一柱分成十门啊，这前头是标题，嗯，下头呢。一共有九门，这十一句话分着以下九门。咱们上次已经讲了很多门了，因为耽误很久，大家可不能记不得了，说从头来啊，就是直到如来出现，众生所得的利益。那如来出现呢，先度菩萨，次度圆觉，再度声闻，其次才是普贤大众。因为这是佛出现说的如来法，如来法是度菩萨成就佛国。他一切大菩萨摩诃萨都知道如来出现，含义是什么呢？知无量，知广大，知无去来，知无行无所行，知无善，知无平等，知无进，知无退，知无坏，知无二，知一切众生皆得了矣。一共有十一句，以下呀分别解释。第一，才知无量。指什么无量呢？如来出现是多因故，很多因，不是一种因。多因是要行而得果。说知无量，直到无量行，就成就无量行。这个还要解释啊，因为华经都是多福从帅解释。第二呢，指广大，什么广大呢？周遍十方。咱们经常说呀，广大入法界，就是广大的意思。周遍十方，佛的出现呢，是周遍十方的，是兑现的。那咱们所知道的呢，也是咱们的人天教义来说，释迦牟尼佛的印度化身的，这个不是普遍的，周遍十方。知无来，无去，无来去，离住生灭，直到一切法没有生灭相。离开生灭相而来知一切法，离开生灭相
所以就知道无来无去。这下文还解释啊，就是重复第三道，就是第一道、第二道。因为知道无来去了，以无来去才知无行无所行，有所行有行都是心意识的表现，心意识的表现，离开心意识了，非心意识，知道一切法无行无所行。如果是清凉国师说，如果是用心一时啊，那叫发狂，发狂就狂烂了，就烂了，迷烂了，就是要离开心一时才是正确的。离开心一时了，就知道无身，无身就是化身也好报身也好，没有，纯一法身，法身是无身的。然后广大于法界究竟入虚空啊，法身的身就入虚空一样的，空过惑业，一切之见都消失了。因为这样子才知道平等，依着虚空意知道一切法平等，一切众生都是平等，无能无人无他无智，平等就是无我的意思，在无能上的平等一位。因为达到这种境界了，才能知道无尽。什么无尽呢？骗一切刹，无有清净，一切刹还有一刹，一切刹还有一切刹。所以咱们讲《华严经》啊，与一毛端现宝王刹，这个一毛端宝王刹，无量的毛端，无量宝王刹，宝王刹里有无量众生，无量众生每个汗毛重重无尽，犹现无量刹。就是佛的出现普化一些众生，平等一位，无有穷尽，这样的才知无退。无退的含义呢，没有前没有后，没有前继也没有后继，即没有后继就没有断绝的时候，没有退的时候，后继无断，那呢佛总不断。佛是永远相续的，没有断绝的时候，就这个含义。无断过产生无奈智慧，无奈智慧是不可坏的，指如来的如来字，买无对不对啊，或者有无一对啊，大小一对啊，如来的智慧是无奈慧，无对，没有相对法，唯一。因为无对过才知无二，观察一切无为法平等，平等就叫无为平等。舍持三轮无奈智慧，身口意三轮就是无奈智慧，产生无奈智慧，这样子佛出现去摇一切众生，一佛的佛佛都入是本愿回向，就满足一些众生的要求，就是利益众生满足。这种道理呢，就通前头十门。这么上次讲了很多了，我怕家回顾一下，聊聊提一下。尔时，
普贤菩萨摩诃萨以聪明此意，聪明什么意啊？是重重无尽，回向自在满足。上来所讲是十种道理，普贤菩萨再用偈颂再把它回顾一下，这叫这品呢，如来出现品，出现品啊。啊，我们讲了很多了，讲了很多了。那普贤菩萨呢，用偈颂把以前讲过的再重说一遍，这叫重诵啊，不是姑且诵啊。重诵就是以前用长行把道理解释一遍，怕与会者不能回顾，因此普贤菩萨摩诃萨再把这种道理重新的用偈颂再把它表白一下，重复一下。十力大雄最无上，譬如虚空无等等，境界广大不可量，功德第一超世间。赞叹佛的功德甚深广大，甚深广大啊！那么说佛大力大雄都是譬喻的意思，佛的所成就的无上智慧，所成就的无上德，所成就的利益众生的事业甚深广大。这个境界相呢，是没境界的相，没境界相的境界，所以称为广大。这就是普贤菩萨来用解释，解释就是再总结一下，解释如来的功德呀是无尽的了，无尽的了。那甚深难测难量，就是重复赞叹以前的，还是赞佛的德啊。十力功德无边量，心意思量所不及，这个是简直无边量。无边量就是无量的意思吗？什么无量呢？佛力生的功德，莫用那个思想一时心量去量度一下，量度佛的功德，那你办不到的。心意思量是达不到的，不能及，办不到的。佛的一个法门，说一法的法门，众生一劫不能知，经过一亿劫你也不知道，就有这么样的甚深广大的含义。人众是指一法门，就是佛的一个法门，众生用一劫这么长时间，所以要把这个法门呢究竟了之，不可得，这你做不到。十方国度虽为尘，把无量的世界所有的国度把它都抹为微尘，那这个微尘的数字回可算计能知道，就把十方国度都抹为微尘，用算计测量能知道它的数字，用这个显呢，用这比喻来显，显什么呢？显佛的功德，如来一毛功德量，佛的一个汗毛的功德量，比那十方国度虽有微尘的量啊还大得多。那个量呢，能知
佛的一毛功德量你知不到的，经过你千万亿劫无能说，这就是一毛功德广大量。如人持此量虚空，说有人拿个尺子来量，量什么呢？量虚空，虚空可量，形容的意思啊，虚空是不可量的。你怎么样记不出来虚空的数字？虚空好大，虚空长短，虚空方圆，所以你怎么样算，记合不出它数字？因为什么呢？虚空的边际是不可得的，虚空是没有边际的。如来境界已入世啊，说佛的境界啊，就像虚空一样的了，你不能测量的，你得不到的。回有能与刹那穷，悉知三世众生心。说这一刹那之间，时是最短的，就是刹那。一刹那之间，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一切众生，他的心想什么，思量什么，都能得知，都能得知。但是啊，不能知佛一念性。能知道三世众生的心，差得了之。而且把众生说到那个众生数等于劫的众生数，劫呢是劫波，劫波是时间最长的。即使这个你能知道，不能知佛一念性，佛的一念间的性你也不能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离开心意识，你不能知佛的量。要离开心意识，咱们经常禅禅说呀，离开心意识禅，离开心意识你禅什么？你能禅者就是心意啊，而离开心了还能禅吗？是吧？要想彻度佛一念性，特别注重性，一念也好，一万大劫也好，性没有时间性的。性还有时间性吗？没有。说佛性，佛性也是众生性，但是众生是迷了，佛是正德了。譬如法界骗一切，不可见取为一切。法界骗一切，但是你用知见的见，用你的知识知来取这一切啊，不可得了。法界是骗一切的，你想要进入法界，知道法界，法界是不可见的。什么叫法界呢？界是心，心生一切法，一切法归心，两个合起来叫法界。这可取吗？可见吗？但是这个本意都说如来出现世间是不可见的，但是除了如来出现品啊，普贤菩萨中寄诵赞叹如来的出现的功德，这都是形容赞叹如来的功德。十方境界十力境界以敷衍呢，骗于一切非一切。佛的实力境界骗于一切，骗于一切不是一切，骗于一切非一切，
什么意思呢？这叫咱华严经讲的真空觉相观，真空骗一些法，而不是一切法。骗一切非一切，这个含义也形容着咱们经常说广大入虚空，或者究竟入虚空，广大入法界，就是这个含义。说如来的境界啊，实的境界骗一切，可不是一切，空骗一切，空不是人，空也不是山，空也不是树，也不是河，也不是海，但是骗一切，就这个含义。只要你修观的了，就是入空观。这《华严经》讲的真空觉相观，就是这样观。真如离妄恒清净，无生无灭普周遍，诸佛境界已无言，体性平等不增减。体性平等叫真如境界。真如境界是个什么样子呢？离一切虚妄，恒是寂静的。真如是无生灭的，因为无生灭法骗于一切生灭法，但是它本身是不生灭的，但是一切法离不开真如，一切法是缘起，真如是本体。像真如的本体是性空的，缘起一切法是有的，这个有不是真有，缘起有是妙有，妙有非有，显之真如。真如是真空，真空不空，而能骗一些法，它叫无生无灭普周遍。那如来出现呢，诸佛的境界呢，体性平等不增减，总要显着一个无能真如无我，平等无我，有我就不平等了，无我就平等了，一切法都是平等的。譬如实寂而非寂，普在三世亦非普，导师境界已入世，骗于三界皆无奈。骗住唱，骗三世，但是空啊，空亦骗的，实际，实际不是寂，所以实际而非寂，实际没有边际的，实际不是边际那个寂。普算三世，而过去不是未来，未来不是现代，说普在三世啊。而非普，一个是理，一个是要事，理是骗的，事是不骗的。导师境界已入世啊，说佛的出现就是这个样子，出现世间而非世间，出在现在，没有过来现在，佛永远入世的，骗于过去现在未来，没有障碍的。咱们说佛灭了，入涅槃了，咱们知道涅槃的含义，不生不灭，释迦牟尼佛根本也没入涅槃，那是随顺世间相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导师境界呀，是实际而非际，法性无作，
无变异。法性呢，法身呐、啊，实际呀、啊，真如啊，名字换了，义理是一个。嗯，法性没有造作，也没有变异，它不属于生命法。拿虚空就来形容法界，譬如虚空本清净。虚空本来是清净的，它不是实体的。佛的性呢，佛性清净已如是。诸佛的性净妙明真体就像虚空一样的。佛的自体的本性非性，前头这个性啊是实际理地，后头这个性啊是随缘各类各的性，有性啊无性啊，非性，非有无之性，离开有无相。法性不在于言论，法性不是言语表达出来的，议论所能做的。法性无说离说恒寂灭，法性是不可言说的，无说的，永远是寂灭的。那佛的出现怎么出现呢？这叫缘起法了。前头赞叹的普贤菩萨赞叹佛的呀，说佛的本体呀、啊、实性啊，离开言论的，恒实寂灭的，说那佛的实力，立生的实力的境界相，也是这样子，不是文辞语言来辩论的所能得到的。无二，一也没有，何况有二呢？李严说。了知诸佛诸法性寂灭，说这样的能清净了知的一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的性啊，一切法性的本体是寂灭的，任何一法随即一法无非法性的本体。就拿个比喻说吧，要苗在空中飞，你找秒的痕迹，飞过的痕迹是没有的，秒飞空中无痕迹的。说那佛的本愿力所现的载身，你要去找，找如来的神变，找如来的体性，没有痕迹是没有的，是本愿现身，六众生得到利益了，佛本身是寂静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寂静的呀，没有造作，没有语言，没有一切相，这叫如来的神力不思议。要有欲知佛境界，说你要想知道佛的境界是什么样子，你可以观呐、啊，观呐、啊，当净且也入虚空，把你那个意识形态，把它清净了，清净到什么程度呢？像虚空一样的，那你就能知道佛的境界是什么样子。千万莫生取着，千万不胡思乱想。远离妄想及住取，取不到的妄想思想，想不到的，你离开妄想了，离开起坐，就是咱们经常念的了，广大入法界，究竟入虚空，究竟入空，让你心所向的一切无挂碍，一切没有障碍。是故佛子应善听，我以手品名佛经，
十力功德不可量，唯物众生经料说。普贤菩萨对这个法会大众说：“说诸位佛子，应善听。就是听法呀，闻法呀，得会闻，得会听。什么叫善听呢？谛听。大家看，经常时候，佛要跟佛请法的时候，佛说：谛听，谛听。”谛听是入实而听，入实而入，不要用妄想。妄想不是谛理，不要在四相琢磨，入真理，观想真如。你这个心是真如的了，真如心了，所相无碍了，就没有障碍了。所以啊，你要谛听，谛听呢，我跟你说，譬喻加比方来说，明佛经，用譬喻来呀、啊、显现如来出现的境界。这篇讲的如来出现品啊，如来的功德的实力的功德不可量啊。不可量，也不能表达，但是呢，为了令众生误解，令众生开悟，尽料说，这句话是普贤菩萨说的啊。我为了令众生能够误解，我现在料位说一说吧，这料说不是很广的。导师所现于深夜。那是佛所现的身，所有说法的语言，是吧？意念的一切境界，就是身、语、意三业，这些个境界相是个什么境界相呢？就是转妙法轮般涅槃，佛所现的境界说法利众生。转法轮，乃至于四现如涅槃。那前头的八相成道没说了啊，包括转妙法轮里头了般涅槃，一切善根我今说。前头普贤菩萨所说的全是真空的道理，佛所证的究竟的果德是不可言说的，不言说的。但是那怎么能有诱导众生呢？是吧？与会的大众佛子，就这都是十一地菩萨啊，善听，叫他们善听。我以很少的比喻来把佛经说一说，本来不可说，实力功德是不可说的，那为了令悟众生啊开悟，我料说一说。说什么呢？就是佛的三口意三业的境界相，乃至于转法轮般涅槃，这一切善根我今说。譬如那个天空一点云意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像你修道修道，进入真正的修成了，入了三昧了，那真正的三昧，但是入了三昧之后，那你再对境界没有障碍，因为什么境界都没有障碍。就像虚空片些处没有障碍，当你入到真空觉相观的时候，但一切境界相都停歇了，没有了，但是这个观没有作意，
没有造景，但是没有境界的不现呢，无造而造。当你自体体现离些妄念，习些妄想，习住相，都是清净寂静无为的。在这个时候持心随缘，佛利益众生就是随缘。那佛度众生，不见众生相，没有取，没有舍，离开一切分别相，啊，这就是佛的善根。这普贤菩萨说，这是如来出现的境界。先说一个没境界，为了令众生得起悟，要把如来的身与业转法轮入涅槃，这一切所成就的功德演说，使大家能入。这是普贤菩萨语啊，我一切善根我今说，就把佛现的身与业利益众生转妙法轮乃至入涅槃，这一切佛的善根。那以下说的呢，就是佛的善根。要有欲知佛境界，当净其入虚空，远离妄想即入去，令心所向皆无奈呀。假使有人发心想要知道佛的境界是什么境界，你要有这个愿望，有这个需求，那你先把你意念呢把它清净了，当净其意，净到什么程度，像虚空一样远离妄想及住去，妄想杂念都没有了。这时候这闻而相就是求，才能达到无奈了，令心所向即无奈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是故佛子应善听，我以少品名佛境，是吧？你们用那入理的呀，好好的听。我以很少的比喻，加比方来说，明呢，就说明了、显明佛的境界是什么境界，和佛的功德、实力的功德不可量、不可言说的。那么为了令众生啊开悟，为悟众生，为了令众生也明白也领了也能进入，所以我寥寥地说一说。导师所现于身业、语业、心业住境界，佛的身口意的境界相，乃至卷法轮入涅槃一切善根，我现在嘛跟大家料说一说。譬如世界初难立，非一因缘而可成，无量方便助因缘，成此三千大千界。如来出现已入世，无量功德乃得成，刹尘心念尚可知啊，实力的声音莫能扯。如来的出现世间，
要讲这篇就如来出现篇嘛，嗯，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少因缘少福德少功德能够出现的，是无量的功德那者成就，成就如来出现，出现在人间呢，出现在三界啊，来利益众生啊。刹尘心念尚可知，实力的身念莫能彻。众生的心念，就咱们自己吧，一天想了好多念头，嗯，就一个众生入世，无量众生。他那心念呢，活着我们都能知道，他想什么，这个时间想什么，应该是想，尚可知。佛修因地的时候，修实力是无所谓，修佛的功的时候，修行的因，修因的所能成就的，莫能彻。哪里有众生的心念尚可知，但是佛修因的时候莫能彻，彻都不到的，这叫莫能彻。譬若结出云柱雨，结出啊，在这个世界还没有成的以前，那时候下大雨，住呢不是像我们以前每天看那下那小雨，那不叫住，是吧？住是那雨量很大，不是点滴的，啊，像从天上我就灌水一样的，嗯，云了住雨，嗯，而起四种大风轮，这咱们前头都讲过了啊。这种大风轮啊，菩萨的善根，菩萨众生的善根，菩萨力，成此三千各难众，知道三千大千世界怎么成的吗？那是众生的善根加菩萨的修度的力量啊，成此的三千大千世界的。那结出的云柱雨乃至四大风轮，嗯，所成就的实力的法云，法云是指佛说的啊，是法云，嗯，这个雨这个风轮都是智慧所成就的啊，是智慧的风轮，清净的雨轮，嗯，是这样成就的。有过去的因，因为过去佛修行的时候回向给一众生，另一众生都能证得无上菩提，普令成就无上果，都能证得菩提，嗯，就像那个大雨明红柱，无有处所能容住，嗯，像这世界下那个最大的没有一个地方能容受得了的，就是那雨啊，那个水啊，水量之大容受得了的没有。但是呢，这只是这世界将要成就的时候，清净的虚空的风力跟这个世界将成就的时候，清净虚空的大风力而使容受这个雨量，风跟雨，嗯，如来出现呢也入世，拿着住的大雨的红柱，如来出现的法雨
普语充满世界，充满是法界，不是世界。嗯，但是这得大量，得能容受得了。如果一切的劣根性、劣业的，他能持受得了吗？他都不能持了。得怎么样才能承受得了呢？清净的广大心，咱们开始讲华严的时候，先讲起心论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两年前了，快三年了啊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先把心量扩大，清净咱还办不到。因为你要听华严经嘛，华严经不是你那个一般的学法的那种心量所能承受得到了的。说咱们讲大乘起心论呢，讲信心呢，讲你这个心呢，你得使你这个广大心，还得清净的广大心，不是妄想的广大心。你有清净的广大心，才能容受得了普语的法语，那个充满法界那个法语啊，无量。那你劣意的，你能受持吗？你听听，你脑壳都大了，你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劣意的根性不能持，但是呢，清净广大心它能容受，再大的量它也能容受。就像那个空中住大鱼，空中住大鱼哪来的呀？鱼从何处来呀？无所从来，那下到何地方去呀？也无所去呀。同是空中啊，就是同是你的心。说法者、领受者、已入世啊，也入世。嗯，这才叫法界心，容受法界的法。自言而言的普，自言入世普通价，很恰合，很恰当，很充实。如来的实力法语已入世，无去无来无照作，佛本没有说，无有言说，无有动作，没有来，没有去，没有照作。本性为因，菩萨力，一切大心显听众，那大心的众生他能接受得了。譬若空云住大鱼，就是欲和法合起来。像空中生云下的大雨，住那就是大雨。一切无能数些地，它没有底啊，怎么数啊？没底你怎么数啊？但是三天大千世界主，大梵天王，大自在天主，他能知道，为数三千自在王，三千大千自在主，具功德力寻明了，不论你下好多地，同时顿下，他都能知道好多好多地。这是拿这个大自在天王说的啊，善习法语已入世，善习是佛，佛的十号之一，善思世间觉呀、就善习法语，佛的法语就像那个大梵天王能知道雨点一样的，而众生不能知道，一切众生莫能彻。
文殊宇是自在人，在世间自在就是佛啊，自在人，就是佛说的，明知明见入观掌中宝，他看见就像搁手里头看见一个宝贝，譬如空云住大雨，能灭能起也能断，能灭此雨，能生起此雨，也能断此雨。那么断是指什么说呢？是断你的一切疑惑，一切妄想，一切分别。能起智慧，能灭烦恼，这个含义。一切真宝悉能成，三千所有皆分别。说三千世界的所有些事事物物悉能了之，能成就一切真宝。这真宝形容修道者啊，能成就各种的道业。所以实力的法语能够灭惑起散断诸见，灭一些呢，灭一些迷惑，升起善根，升起善念，把一切知见呢，六十二见呢，邪见等全都断灭，一切自宝皆使成啊，众生心要悉分别，这时候众生就快乐了。闻见一切至宝就是佛所说的法，能解决一些众生的贫穷、痛苦、厄难。但是这个呢，是解决众生的呀，所有的障碍烦恼。空中下雨是一味，但是众生所感受的不同。那佛所说的法是一味法，那众生呢，他所领受的呢就不同。但是雨性，下雨的雨性没有分别，但随你的感受不同就有差异了。如来的法语也是这样子，平等的、寂静的、离开分别的。那随所化的众生的根基呀，它不同，有的它取的很少，只证个声闻果，有的他是菩萨，他取的，一般的菩萨的果，像普贤菩萨，像大菩萨，像这十一地的这些大菩萨，他们所取的不同了，所以自然入世，自然入世什么呢？一切法的自然入世，所化的根基种种不同，所以就现出来无边差别相。譬如世界初成时，先成色界的天宫殿，次第遇天次人处。前大坡宫最后成，这世界构成的时候啊，怎么构成的呢？先成这色界诸天，色界十八天，色界十八天的宫殿成了，完了六欲天，欲界诸天，完了再叫前大宫啊，前大坡八部鬼神宫殿。说如来出世呢，也入世。掀起无边菩萨心，说华严，这就是掀起无边菩萨心。佛住处成道时候先说的华严，先度大菩萨，大菩萨度完了，华严说完了，是吧？化乐寂灭住缘觉，这才度缘觉声闻，缘觉度完了。才度声闻，声闻度完了才度一些大众。诸天初见莲花穗，
知佛当生，知佛当初生欢喜。天上他现莲花的碎像，那天人就知道了，佛要行世间，佛要出世间了，他生大欢喜心。水源风力起世间，宫殿三寸皆成立。如来许散大光明，巧别菩萨于其地，散巧给菩萨受记，说某某菩萨等着某处某处成佛。所有自轮体界境啊，佛所言法的法轮是智慧轮，全体都是清净的，个个能开示一切觉悟的方法，这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。你像加比喻说啊，譬如树林一地有，没有大地怎么有林呢？怎么有树林呢？啊，树林是一大地有的。啊，大地有一是什么有的呢？地义雨水得不换，地轮下的是水轮，水轮之是水，水轮之是地轮。那水轮有一什么呢？水轮一风，风一空啊。水轮底下是风池的，风轮池水轮。那什么又吃风轮呢？空轮吃风轮，这咱们前头讲过了啊，讲过了。而即虚空无所依呀、啊，虚空有什么吃的呢？无所依，无所依。拿这个做比喻，比方什么呢？一切佛法以慈悲。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大慈大悲？佛法就是一位诸佛的慈悲心，看众生苦。所以一切佛法就是一直慈悲而生建立的。那诸佛临门菩萨的苦难，以慈悲心才立佛法，才给他说法，说法的目的就让他立众生。临众生法里头不是净给他一来就是真如实界啊法性啊，不会这样子，得有方便善巧。说谁说四摄呀、啊、六度啊，苦集灭道四谛啊，那是以慈悲所建立的方便。方便又依什么呢？方便依着智，智又依着慧，这是根本。方便是善巧，慧是善解光明。这个慧啊，是指佛所现的身，是慧身嘛。那佛的无奈智慧的身又依着什么呢？无所依，无所依。譬如世界即成立，一切众生怀此力。世界从空，空而依之水，水而依之地，然后一个空而依之风，空依风，空啊持着风轮，风轮又持着水轮，水轮持着地轮，就是辗转相成的。那世界成立了，一切众生得到利益了，地水所住的即空聚天，那是二住四住皆蒙依，人跟一切畜生，这一切众生。法王出现也入世，这是普贤菩萨说法的善巧，是先说比喻后说法，或者先说法后说比喻，这是菩萨的善巧难住的。
法王出现，就是佛出现于世间，也是这样的，一切众生欢喜力呀，一切众生都得度，欢喜力是一切众生皆得度。要有见闻及行见，悉时消除诸惑恼，或者看见的，或者听到的，或者亲近入佛门受佛法的，得到的利益不同，或者深或者浅，或者一分钟佛法六根清净，那就得到利益就大了。闻到佛法，有的今生闻到了，仅仅种个善根而已了。就像我们众位道友都能体会了，对深的浅的修的不修的，现在多数的闻到佛法想得到什么好处呢？身心健康啊，有病啊，佛菩萨加持啊，让我病快点好啊，做生意求发财啊，干工作的求升官啊，还是世间相，还是世间相。这个时候得到的就很少很少，但还要再轮转。真正闻了法的，真正学佛的，不是佛学啊，佛学把它当学问，学佛者佛怎么做我怎么做，这叫学佛的。佛学不同，像比丘比丘尼就是学佛的，佛怎么做我怎么做，那个闻法闻了就要去做，不是听听而已，那做多做少嘛，看自己力量大小了，做深做浅嘛，智慧不等了，善根不一样了，不过是灭除烦恼，断除惑眼，这个是一样的，这要看缘了，缘深缘浅呢。如来出现法无边，世间迷惑不能知，莫能知。我欲开悟住寒食啊，无譬喻中说其譬，本来没法解说，没有比喻不上的，说一个比喻，这就是如来出现。如来出现的说了无边的法，度了无边的众生啊，但是究竟如来出现，谁又能了解如来出现的法如何呢？法无尽呐，但是世间的众生迷惑不能知，那迷惑不能知，佛的这些弟子了，就是大菩萨，为了让众生开悟，让众生明了，无比喻中说其譬啊，这普贤菩萨说啊，本来没有比喻，说不出来，没有比喻当中的来说譬喻，因为譬喻跟法不是那么恰合的了，譬喻不是法了。因为深的你不知，说点浅显的比喻让你来知。这叫如来为什么出现世间，这一段就讲完了，上来这叫如来出现，如来出现。那如来出现它有些个事业呀，所谓事业者就是如来出现的身，
那一个一个说吧，如来出现的身，如来出现的头，一事一法，一个一个说。现在是第一个是如来出现的是法，解释完了。现在又来解释，佛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应云何见如来应正等觉身呢？说我们要想见佛的等觉身，就见佛身了。这边见，咱们现在啊，咱们认为佛已经入了涅槃了，见不到了，这是错误的啊！因为这《华严经》不是这样讲的。我们能见到，不但见到，而天天见到，时时的能见到。如来应正等觉身，要见如来应正等觉身，应该在无量处、无量时、无量身、无量处任何处所、无量时任何时间，你都能见到如来正觉身。那么以下普贤菩萨就来说这个如来的身业。现在那么第一个就是佛子啊，诸菩萨摩诃萨应云何见如来的应正等觉身，应怎么样见呢？下头就说了，佛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于无量处见如来身。但是啊，这个指的呀是菩萨摩诃萨呀，不是我们那些个大菩萨。这因为普贤菩萨说是给这些个法会十一地的菩萨呀，还不是十地的菩萨。所以说佛子啊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不管什么地方无量处都能见着如来身。这个在咱们呢不是说见呢，信都不信，都天天都见不到，但是见见也不是啊，见着这佛身这铜像，好像没起作用，也没跟你说法，但是你可给他磕头啊，你每天还要礼拜，你把它当成真的当成假的，当成假的一个铜啊铜像，你给他磕头干什么？你当然当成真的了，你当成真的那不就是佛身吗？应正等觉身，这个用欲来显这个法。所以普贤菩萨跟这些大菩萨说，你一天在无量处任何处见如来身，处处都有如来身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何以故？诸菩萨摩诃萨，这些个与会的大菩萨啊，不应与一法、一事、一身、一果道、一众生见于如来。这样见不是见，应该怎么见呢？应该遍一切处。一草一木，一花一香，一滴水，一个沙石，无处不是如来。骗一些处，见如来，悬了哈，真叫悬了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呀？佛的身有多种了。有好多呢，
那说十个吧，一个是法身，一个是智身，智慧的智身啊，一个威势身，一个菩提身，一个庄严身，一个一生身，一个化身，化现的啊，一个利子身，一个福德身，第十是愿身，愿身啊。佛有这么十身，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咱们说是广大入法界，法界都是佛身，广大无边处。但是调伏的方法，用调伏的方法来见事。是神，就是调伏众生的行为，调伏众生行为，行为所做的事。神呢有正神，就是人神，还有国度神，还有医生，还有生，还有说话的。说佛的神呢能骗，能骗，那一切处呢那是所骗，所在一切处处所骗的，骗于调伏一切界。赶紧修行时候，在修家行的时候，就调伏你的身心，骗一切世界，乃至还骗众生界。众生身即是佛身，那你每天看见众生吧，众生身即是佛身，这个毅力可深了啊，这毅力可深了，这个得慢慢的去思维，要修想。因为这种解释呢，因为如来出现的时候，身无量，第一个周遍十方身，这是一身呢、啊。周遍十方，现无量身。佛有无着无奈身，没有执着、没有障碍的，就是佛身。第二个，普入成一，普入成一身，这佛的第三身啊，平等随应。平等随应，没有分别的，这个很难。平等随应，另一个呢，佛有无生，没有形象的潜移身，潜在你的身中，你并不知道。无生潜移，潜藏的潜呢、啊？潜伏是你受利益，佛有这种身。还有圆回等住身，这个身不容易，圆回等住，等住是平等住一些处，佛的愿力回向的圆满的回向的众生，一切众生身都是佛身，这个咱们一时还不能进入。在普贤菩萨后头还有详细解释啊。无心普应，佛不假作意普应一切众生的感。你有感，佛就有应。而且是普的普遍的，但是佛没有心，不假作意的。穷寂后尽身呢、啊，佛有一种穷寂后寂，无穷无寂的，没有后寂，永远佛身永远现，穷尽最后，严刹一生身，庄严净佛果道，
应众生受益，佛国度即是佛身。大家读那个《弥陀经》啊，连那个七宝行树啊、八功德水，全是佛身。那鹦鹉、八哥，所有化现都是佛身。那得延长利益众生呢。但是佛的庄严报身，那就严好的大愿身，庄严法身，就是实身，另一实身，还有法身、智身、威势身、菩提身、庄严身、一生身、化身、力慈身、福德身、愿身，佛是这些个，现这些身，就像那个日光啊，出来照现一些世间一样的，特别是这个有佛的庄严身啊，就是严刹一生，严好满愿，就是佛的庄严身，庄严身啊，一一毛孔，佛的一一毛孔随好光明，一毛孔中的有无量的好，有无量的光明，都是佛身，都是佛身。这样讲起来呢，如来实身，如果想研究佛的身还很多了，华严之掌，大家看看那华严之掌有注解，专门讲佛身的，所以法身呢、智身呢、威势身呢、菩提身呢、庄严身、一生身、化身、力时身、福德身的愿身，左一个实身，右一个实身，从穷无尽，都是佛的身。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色非色错，都是佛的身。就是没有能力见呢，没有能力见。我说我们因为没见着佛身，其实佛身呢，我们的周围左右全是佛身。但是这种观呢、这种想啊，很不容易了啊。关于这个问题嘛，等下回再讲吧。